这是厦门，我为着要研究美食，特别坐着动车要来去潮汕。这条沿着海边啊所起的大桥叫做集美大桥。中国这几年的动车建设已经愈来愈惊倒人啊！即马有位厦门甲潮汕，所以我特别为厦门出发。我食到有够大个啊！每一道若坐到中部动车，我拢感觉亲像在拍火。外台警官会当食薰，当然在台湾无可能。公共场所不得大声喧哗，这个像是咱细汉学的吼，但是伫中国，他们早教一课。多做100块钱，我们就多了1000块钱。哎呦，啊，这个加大心，车顶有当充电。一路差到底，啊，终于到了。好，安尼，我要带大家来去潮汕行行呀。